為了制定更完善的社會規劃和人口政策，政府統計處由6月30日起進行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，抽選1/10的住戶接受訪問。住戶收到通知信之後，可以利用智能手機、電腦或者平板電腦，隨時隨地填報電子問卷，填報的資料絕對保密。查詢熱線18206。